Hello， 大家好，欢迎嚟到感情台，我系白冰，很高人，系我哋今日有你女嘉宾 Chloe。Hi， Hello， 大家好，我系 Chloe 君怡。系啦，话说点解今日有呢一个访问呢？就系、是、要多谢阿 Stephanie 啊，系啊 ，Stephanie 系咪叫仗义帮忙咧？因为咧就系、是、阿、啊、超孙咧同 Chloe 啦，同埋阿。赵展鸿咧就系唔系我唔好识读佢英文名啦，阿 Val 系我费读错啊，系啊，阵间我读出嚟 V A L 咁仲搞笑，系啊，系啦，咁系啦，咁咧就出咗首歌就叫做《公审法院》，系啊，咁咧阿 Stephanie 咧就问我，喂，你有冇兴趣访问下佢两个啊？即系我话梗系好啦，即系佢再问两个一齐定点啊？梗系分开啦，我可以有两集噶嘛，因为其实我每一集咧，我女嘉宾都好苦恼啊。嗯、哦，点解啊？点解要苦劳啊？攞人接啊，因为系、哦、啊，所以就、okay. 唉，好啊，有女嘉宾就要分两集啊，咁样系感谢邀请，感谢邀请。咁咧、啊、就问一下问一下 Chloe， 诶、嗯，呢首歌嘅形成系点样噶？其实呢、首歌形成都有少少九唔搭八嘅，因为咧呢首歌咧系我哋年几前已经有咗呢个 idea 噶啦，但只不过咧系我哋即系始终三个有各自有自己嘅行程啦，跟住又比较立啲啦，咁就拖就拖到今年嘅年中先拱出嚟咯。咁、嗯、但系我哋自己本身三个咧，其实喺造星四嘅时候比赛嘅时候识嘅，咁我哋三个就未试过同台。但是我哋試過係兩個咁樣合作、嗯，所以當時認識就係因為比賽嘅時候嘅。咁而某程度上，雖然我哋三個咧係完全唔同嘅 vibe 嚟嘅，但係我哋係有一種大家好舒服嘅 bonding， 同埋係即係嗰啲位置可能係我見到超孫喂你隻手臂咩事啊？做咩食多咗嘢啊？咁跟住佢會話我喂你冇瞓覺啊？你個眼袋跌到落嚟下巴，即係大家嘅相處都係。冇 filter， 好、哦、舒服嘅、哦。而女仔呢樣嘢係好難得嘅，係係啦。咁就證明我哋三個係 work out 到。咁跟住比賽之後又 keep 住出嚟食飯啊、傾偈啊。咁就有一次就突然間有個 idea 就話，不如搞啲嘢啦。咁跟住我哋就諗住做首歌咁咯。哦，因為咧原本咧我係一個啊高人可以坐左，坐左好嘅。係啊，咁咧其實咧我咧原本就。我以前是喜歡看這些新秀選秀節目的、嗯、我無論是香港無論是超級巨星、啊、去到冷門少少，不過其實原來都有出一下明星的這個叫做亞洲、亞洲星光大道啦、哦、去到台灣的超級星光大道啦，我都是喜歡看的，我由上大都喜歡看的、哦、但是可能去到呢就是到 View TV 搞的時候我完全沒有看的。那內地的選秀節目有沒有看過？內地我有看，我是歌手有看一季哦，叫做啊个咩？中国有嘻哈，我都有睇两季、嗯。之后啊，佢之前仲有歌叫咩咧？出咗张碧晨噶，我记得系咩声音？系、啦，中国好声音，好声音系啦、哦，我就有睇过一两季啦、哦，都但系中国好声音都系冇，都系唔会追晒嘅，系都系纯粹 YouTube 弹出嚟睇啲精华，系纯粹睇精华嘅啫。咁咧就其實我好中意睇嘅，但係大即係叫做到 ViuTV 搞嘅時候，可能我已經冇咗嗰個好中意睇呢啲嘅心、哦，所以我就由一到四我都冇睇嘅。但係咧，我由於即係叫做半個公眾人物咁樣啦、嗯，我就發覺雖然我唔係 Mira 同 Kola 嘅 fans， 但係我覺得咧呢幾屆咧係孕育咗個。而家音樂圈同娛樂圈，個娛樂圈係勁多人咧問埋，嚇你又有參加過，嚇你又參加過，你又參加過，咁多人參加過嘅咩？係啊，好多師兄師姐，因為佢哋海選多啊嘛，即係佢哋入圍上到鏡都好多，係啊，咁我就話啊，好好啊，其實咁樣咯，絕對係，依家非常之有趣。咁啊，咦，咁我又可以問翻，當初點解會參加全民造星咧？其實。我的入行經歷咧就唔係全民造星，全民造星嘅係啦。咁我係2016年畢業翻嚟啦，跟住我就喺內地做嘢做咗兩至三年左右嘅，咁就係不停咁拍綜藝節目啊、選秀節目啊、劇啊、劇力跨欄嘅。咁跟住就我喺大陸拍，係啊，我係嗰陣喺杭州、上海、北京、廣州，係點樣嘅咧？競爭咪好大嘅咧？係啊，但係。好好玩嘅，即係每一個 project 係即係可能一次個 lock 三至四個月，咁就大家係困獸鬥咁樣，即係好快
做曬所有嘢，跟住然後就即刻飛去下個城市，跟住就再做其他嘢咁樣。咁嗰陣係自己報名定有經理人安排定係點？我嗰陣係有經理人公司嘅，係啦。咁所以就當時就係經理人就陪住我喺唔同嘅城市省份度飛嚟飛去。係係。哇！這個都係一個好，即係你由畢咗業，就好即係叫做咩咧？即係就已經知道我係要參加呢啲節目㗎啦。係因為係喺大學最尾嗰年嗰、那個嗰、那個唔知 sem break 定係 summer break 翻嚟嘅時候，跟住參加咗個香港嘅唱歌比賽，跟住就簽咗第一份第一間唱片公司，跟住然後咧當時就佢就話唔好喺即係唔好喺香港試咗先啦，即係你不如試下內地，因為嗰陣內地嘅選秀節目都幾中意有香港女仔上去，咁就覺得喺嗰邊開始咗先啦咁樣，跟住就係啦，就一系列嘅時間喺內地，咁但係咧嗰陣就撞咗 social movement 啦，同埋有 covid， 咁就翻咗香港。哦，咁嗰陣時即係叫做去參加嘅時候咧。嗰啲係選秀節目，但係有冇啲咩耐唔耐定嗰啲？有冇呢啲嘢㗎？耐唔耐定啊？或者你見到呢個咁樣笑喎，笑喎，啊 run run 都進級呢個奇怪，有冇見到啲奇怪現象啊？定係你就係耐定嗰、那個？我唔係啊，我唔係，我都咪我咯咁樣。我諗佢哋可能本身有個名單喺度㗎啦，咁但係就系咯，最尾个结局就系有翻个名单嘅人就睇翻个位度啦。系，但系个过程都系愉快嘅，愉快嘅，即系喺内地工作嗰个感觉系，佢哋冇香港人做嘢咁急嘅，即系佢哋系摊长啲嘅嘢去拍做。譬如我试过拍一套网剧系12集嘅，但系竟然拍咗4个月咯，吓，系啊，哇，好爽，食嘢都食嗰啲箍饭都抵啊，4个月，但系谂如果喺香港发生个12集嘅嘢，应该系真系30日系 max， 系啊，一个月内乜都要完啦，你再落去搞唔掂噶啦，所以喺内地工作系摊到好长嗰啲嘢，系几得意嘅。咁嗰个时数咧，即系每日其实系咪话即系有得放工嘅？有得放工，系啊，唔会好似，所以喺做星嘅时候系第一次真系会，原来要通顶噶，系啊，原来要48个钟，系咯，对住个镜头咁样 roll 噶咯。做星都好辛苦，因为其实我系前排系睇翻呢个做星一啊，哦，喺个尾，竟然系啊，咁个咁你咩感觉啊？系攰，系觉得佢好辛苦咯，好鬼攰咯，原来。即係佢一集嘢係，因為佢已經係拍住播啦，已經係。跟住你每一嘢拍一拍，你拍成30几个钟头，真係24个钟係足嘅，唔停咁樣 roll 嘅喎。跟住我話呢班人都幾癲喎，真係。搶㗎。係咯。con 都跌嘅嗰陣我哋。即係點樣隻眼乾到跌？係啊，因為拍《造星四》嘅時候，一開頭第一 round 嘅篩選嘅時候啦，係因為一次過要審批曬99个女仔嘛。咁面上就係、是、佢、一次過就係 roll 足36定48个钟啊！咁就係大家不停喺個鏡頭面前坐喺度等，跟住因為你又唔知幾時嗌到你喎，咁面上嗰啲頭又開始立啊，啲 con 又開始跌啊，啲妝就 flat 曬出嚟咁樣咯。剩翻即越後越唔抵嘅喎，越後越係越瀨嘢嘅喎。我覺得都係唔知尾3定尾4先出咯。哇！係啊，所以嗰下真係體驗到哇！原來是這樣的，但我覺得即譬如他100個起碼分20個起碼你都知道，哦，輪完頭也即是為什麼他不讓你知道你是第幾個，他不說的，就是為什麼呢？我想就是公平吧，想不知道呢，即起碼可以讓我恰恰先，如果下一個到我，那我呢那我就去開聲，你開完都刪班了，我覺得是有些效果的，不單止是for參賽，只是for評判都是，其實是因為都攰，因為你見到他們有時候特登有我不知道特登是什麼，是有些是明顯是錯的，明顯 是精神不足而導致的一些結果呢 是有的嘛，我覺得這些有時候是為drama的，他們都攰的，同埋啲評判他要陰功，其實評判仲攰啊，好像有幾秒都認到評判是不正眼，是
眯埋咗，冇计啦，系啊，系啊，即系几难忘嘅做星嘅时候。系哦，咁之后就叫做出道咁啊。系啦，嗯 ，OK， 咁就因为亦都机缘巧合，所以就有呢首歌啦。我哋系因为今次首歌咧系我哋三个女仔自知嘅。咁所以某程度上咧，系試咗啲新嘅嘗試，即係我自己本身，我第一首歌出係《Good Vibes Only》，咁就係一首跳唱嘅歌啦。跟第二首《我不好》就係一首慢歌抒情歌。咁但係你話一首 rap 嘅歌，仲要自己落手落腳去填詞咧，就真係自問冇呢個膽量啦，係啦。咁但係今次就好彩，因為有趙展彤喺度啦，咁我哋就即係好似上咗一個急速嘅速成班咁樣。就由佢 mon 住呢件事，咁就真系可以第一次有呢个所谓自己填词嘅经验咯。系系啦。哦，哇！呢、這个我系非常，我原来做幕前系好辛苦嘅。我觉得幕前幕后都扯嘅。因为我觉得我系属于舒服嘅一批嚟噶。点解咧？点解你觉得你系舒服嘅一批咧？我唔知啊，可能都係夾個性格嘅，即係我又唔係好見人啦，或者匿埋剪片啊、寫稿啊、乜鬼嗰啲。我諗到哇，要參加造星廿四個鐘冇得瞓啊，之後又要真係同人 crossover， 不如拍下 reels 啊嗰啲，哇！我諗起都覺得攰啊。咁唔係啊，但係係咪性格問題咧？唔係嘅，我覺得就算係譬如白邊電台咁樣，即係你都係一個 content creator 嚟嘅，即係你都要 keep 住有自己不停嘅嘢去撈，不停嘅嘢去出。咁嗰、那個但係呢一種嘅扯嘅辛苦程度，可能我哋做歌手、做藝人、做演員就未必用咁多呢一啲嘅位咯、嗯，所以係唔同方法嘅辛苦啫。啊，我咧好好奇咧，其實你啱啱講話拍網劇咧，係咁佢用咁耐時間拍，佢咪啲嘢叫做？諗到好靚咯，咁樣拍法，我覺得還好啦，嗯，少，我覺得有好多水平嘅，係啊，係啊，係啊，係睇人嘅，或者睇團體、睇團隊嘅呢啲，我覺得。但係因為我上次講頭先講嗰套咧，就是、因為係音樂劇嚟嘅，即係咁，所以變相可能有啲場口位就要嘅時間係多啲，因為又要排舞，又要。即系 Kelly Kwa 啦，嗰啲 shot 系要多啲嘅，咁咯。有趣，集啲。哇，音乐剧啊，系。喂，咁但系佢哋啲网剧系咪真系多类型好多噶啦？咁真系，咁音乐剧呢样嘢喺香港你有几何见到啫？无论贵啊嘛，系咯，做唔到，系咯，贵啊嘛，系咯，系，所以系几得意嘅嗰次。有趣喎，有趣有趣，我哋个班底都几多香港人噶嗰次。哦。我突然间考起，香港有冇咩音乐剧？我有啊，就系、是、譬如我做紧嘅舞台剧叫做《我们的青春日子》，系、嗯，亦都系一套音乐剧嚟嘅，长首音乐剧，但系舞台剧嚟嘅。系咯，舞台剧就多啲咯。系啦，系啦。你话但系 keep 住有睇啊，真系。系啊，我哋做咗500场噶啦。嗯。哦，但系仍然会，诶，嗰个逻辑系点样啊？即系久唔久做啊，定系 routine？routine 噶，即系因为咧，香港始终系。以前是沒有任何一套的長首音樂劇的、嗯、即譬如你去英國你可以去 West End 跟住、上海北京那些就即全部很多地方都有一些是每個劇場都有一些是每日上演同一套 IP 的舞台劇的而香港就從來都沒有試過的所以今次呢我們就是有這套叫做我們的青春日子啦就是由陳欣錫爆炸戲棚到、出品的就是一套、歌舞片唔系歌舞剧，咁就喺呢个葵涌嘅剧场，即系一个我自己起嘅剧场，咁、就逢三四五六六日系啦，咁就每日都上演紧咯。咁就我哋有唔同 cast 嘅，咁、就可以有啲 swap， 即系主角嘅话有得 swap 嘅。哦，即系同一个角色其实有两个人做到嘅，系啦系啦系啦，系啦系啦。咁譬如就我同杜以晨，即系杜小乔，咁就大家、我喺度嘅时候，就佢做即系有两个女主角嘅、一个系活泼，一个系好好动嘅。咁有时就我哋两个咁样调转咯，咁样 swap 啦。有趣。点样吓？咁呢个系都正常嘅，即系好多舞台剧其实都会换角，即系换嘅，系啊，换嘢系啊。系。系啊。香港就真系冇试过一个剧场跟一个剧。一個玩法咯，自己完全係起呢個black box 出嚟，係啊，犀利呢個，即係幾得意嘅。
你啱啱咁样讲咧，我就发觉原来你嘅咬字就同杜小乔系好似，唔系杜以晨 ，sorry， 系改名啊，杜以晨系似噶嗰个，你哋有冇讨论过啊？点解即系咬字发音系似嘅？高人觉唔觉？唔系好觉，系咪？因为我系觉噶，系啊。系啊，咁你觉得个咬字系有啲乜嘢嘅特别之处，令到我哋两个都似咧？唔知啊，发音个特性咧，哦，你哋会多少少有啲 L 音啊，即系嗰啲用会用条脷发得会足啲嘅，即系个咬字问题， okay。 即每个人咬字都会有自己特色噶嘛，即系虽然大家都讲广东话，即系唔系讲口音，即系纯正口音都会有少少唔同。而你哋嗰只咁啱系似。O、okay， K， 好，多谢同佢讲下，问下先，睇下先。同埋我怀疑你哋可以问下，譬如导演啊各样咧，觉唔觉？系啦，觉唔觉？系咯，我系佢哋会再、okay。 会再感受多啲。哇，咁你都涉猎好多喎、啊，系啊，我都系个电台主持嚟噶，系嘛，系啊，死啊，冇做功课添 ，I 自由，唔紧要，我讲系 ，I 自由，我系新城电台嘅，系啊，嘅电台主持嚟嘅，都系，系啦，系，咁系个节目系点样噶？系 QK 育婴室，咁就系我同谭玉英姐姐啦，同埋何基柔，咁我哋就三个每个星期就会有一个直播嘅节目，咁就系两点至四点嘅，咁有时会邀请唔同嘅嘉宾上嚟啊，歌手啊，演员啦、啊，律师、医生啊，乜都有嘅，咁就上嚟同我哋倾偈咁咯。哦，系讲咩噶内容？我哋咩都讲，访谈咁样，系啊，访谈咁嘅。即系譬如第一个钟嘅，即系我哋三个喺度。吹水系啦，跟住三点至四点就会有 guest 有嘉宾上嚟同你倾偈嘅，系、哦、可以学啊，我觉得系嘛呢种玩法系嘛，我哋礼拜五个直播啊，头一个钟咧就我哋三个自己 up 嘅，之后咧。之后就有嘉宾，好辛苦噶。嗰个嘉宾都系，系啊，有嘉宾嘅重要性。咪又系塔哥，然之后系啊，都系一个你识嘅。哦，系啦。哇，咁你系真系嗰啲叫做传统，唔系嗰啲叫咩咧？定义上嘅 slash 喎，真系。系啊，我都做几多都几多嘢噶。系啊。咁你平时点 keep fit 啊？各样咧，我见你又 fit 啊，又靓女又成咁样。我每个星期都会 make sure 自己去三至四日 gym 嘅。咁我但系就斋。我就斋做，斋系系啦，斋做 cardio 嘅啫。系啦，因为嗰个喺二四七入边咧，我就太怕嗰、那个即系嗰个 war zone 啦，即系嗰啲有一个 area 咧，嗰啲系嘅，哇，嗰啲我真系搞唔掂，我真系有啲怕，系啦，咁我就 stay 喺我个 treadmill 度，咁跑九个字度咯。系，就跑步机跑九个字。系啦，系啦，系啦。哦，因为啱啱听阿赵展雄讲，你好注意健康啊。系啊，因为我早三，我今年三月嘅时候，即系做咗个脑部嘅手术啦。咁所以变相我喺医院都 stay 咗成个月，跟住之后我出到翻嚟之后就好小心饮食咯。哦，唔使剪头发嘅个手术，嗰次冇剃头嘅，系啦，但系就系用我即刻望一望。冇理由唔快生多系咯，系做即系个鼻度入嘅微创手术咯，系啦系啦，系就系、是、咁，所以就小心饮食咯，跟住系而家就系、是、即系尽量如果喺屋企我系食杂菜杂蛋杂肉，跟住或者系自己整嘅 yogurt bowl， 咁但系如果出去食饭咧，我就尽量都会食即系。我唔系啦，冇乜所谓嘅都，因为始终同朋友或者做嘢嘅，系啦，我唔会让你走啊，系啦。哇，你啱啱讲开呢个脑部手术咧，嗰、那个画面咧，我系得翻一个，就系咧，整木乃伊啊，唔系，乃伊，因为个鼻入噶嘛，整木乃伊。哦，系咩？系啊，我个印象嗰个就唔关我鼻事，不过都接近嘅，就系、是、应该系五六十年代啊，系。就係會哦，切個腦前額葉係啊，即係嗰啲人哋可能有情緒病啊、精神病嗰啲咧，點樣醫翻好咧？就喺隻眼呢度打眼窩入，就喺剁呢度咧，就係腦前額葉。剁完咧，佢就好乖噶啦咁樣，但佢就變咗一個呆下呆下嘅人咯。係啊，其實嗰次都算好彩噶啦，因為本身係我係前後做咗兩個手術嘅，咁本身係有呢個機會要真係要開腦嘅。系啦，咁但系就真系好彩地，系最尾系都算个伤口埋到，咁就冇事啦，系啦。
哇，系呢个真系吓死我，惊险啊，系惊险嘅，三十岁嘅一个大礼咯，系咯，系哇我。講唔到嘢已經即刻，係咁咧，我哋唔好講呢 part 啦，咁樣。係啊，講翻你感情啊，講翻感情問題。嗱，以你呢個 look 咧，我覺得你應該中學時期已經係一個咩叫以你呢個 look 先？因為有啲人個 look 咧，你係會 feel 到佢大咗先識打扮，大咗先靚，係啊，有呢啲 feel 嘅。有啲就生出嚟就係啊，幼稚園開始已經本身小學已經小公主咁樣噶。係啊，係啦，咁我就覺得你係應該係呢一 type 嚟嘅。即系唔系话我以前系肥妹嚟噶，又沙华又四眼，冇人中意噶。我系箍完牙咧先靓女咗。你唔系呢只，你应该系中学咧初中已经靓咁样嗰啲嚟噶。应该系我本身因为好细个已经开始跳舞，咁所以就 keep 住都系呢一个样呢、這个 vibe 咯，可能系系、或者老定咗成熟咗。细个嘅时候，细个跳咩舞啊？细个嘅时候咧，一开波系 ballet 先嘅，跟住点知就。即係拗柴、卡力跨啦啲，跟住就唔可以再著嗰對 ballet shoes， 跟住就轉咗做波鞋，跟住就跳 street dance， 就學嗰啲 hip hop 啊、commercial 嘅嘢咯。哦，係啦，你冇諗過唔跳嘅？即係如果比上我，如果係咁拗柴，我唔跳。冇喎，可能都細細個又好中意喺個台度表演，咁、變相當時係會同爹哋媽咪可能去拗啊，即係即係佢哋就話：哦，你唔搞得掂寫功課咧，或者你啲考試係唔夠幾多分咧，咁你就係啦，咁你個 weekend 你就唔使自己出去表演啦。咁就慢慢係慣咗有表演呢一個元素，一直都喺我個人生度啦。但係由芭蕾舞去 street dance 係。即係個轉變都個 flip 都幾大，係咯，爸爸媽媽都 OK 咁樣嘅。係啊，因為嗰陣就係佢話佢知道我係中意喐嚟喐去嘅，咁但係咁、你冇 ballet 嘅時候，咁、但係嗰啲即係佢咪逐樣俾我去試睇下邊個有興趣咯。咁嗰陣就係 OK 去咗揾呢個 Rachel Choi 蔡亞雄呢位跳舞老師，跟住就中咗啦，就覺得成件事又覺得好舒服，係啦，咁就。keep 到而家都肯俾你去試呢啲嘢，係咯，博活動啊嘛，係咯。咁你讀書得唔得噶？OK 嘅，我而家仲讀緊 law 嘅，我係 slasher 嚟噶，冇嘢好講啦，啲係靜咗。點解會讀 law 咧？係咯。我自己好深信一樣嘢咧，就係即係雖然我係好中意做幕前，我好中意演戲唱歌係啦，咁但係始終即係女仔係啦，咁同埋女仔要有揾錢嘅能力嘅，我覺得即係其實男女都係啦。咁希望如果即係我可以有個安全網喺底，即係頂一頂嘅時候，就算即係唔成功啦，touch wood 啦，咁我都可以褪翻後一步做其他嘢咯。點解揀 law 啊？唔會好攰咩？好辛苦咩？因為 law 某程度上，我而家暫時都可以兩邊一齊去做去處理嘅。咁同埋我自己係中意都幾中意一個睇故事嘅人嚟嘅。咁睇咁 Q 多 case 嘅時候，咁我又唔反感嘅，係啦。咁所以我就覺得都還好咯。哇！我好有興趣想知道你嘅每日嘅 schedule 我六點起身嘅，朝早六點起身，我都未轉身啊！所以我同趙展同佢哋，我哋個 group chat 係有時差嘅咯，即係因為佢哋咧個活躍時間咧就比較喺凌晨嘅狀態，咁、但係我就十一點我就 pass 咗 fuck out 噶啦，嗰度六點起身，跟住就通常朝早嘅時候就一。我 read 曬，我 miss 咗個 send message 咯。即係佢哋下晝兩三點就 call 翻嚟㗎啦。都唔係嘅，都做嘅，有時11、12點咯。哦，係啦，好健康啊！咁即係嗱，你又有劇場啦，咁又有電台運動啦，你自己都有其他嘢做，然後都仲可以讀埋書。係。咁要讀幾耐啊？讀幾耐？如果真係完全考，即係攞。香港攞牌的話，我想要多兩年啦，應該係啦，因為我是讀緊英國的 law 嘅，係，所以仲要 conversion。可以在香港讀的可以的可以嘅，我是要佢咯，係，所以就要用英國的時間，即係4:30開波，跟住就上到夜晚12:00咁咯，係啦。哦，咁一個禮拜幾多堂？我一個禮拜上兩堂嘅，星期一、二。
咁樣。哇！哦，你敷咗喎，你個係咯，批讀不得了喎，真係。可能我都怕太得閒嘅。我是不是不可以一刻是停低的人。是啊。那为什么你年头又有一个月在医院那怎么算哇奶晒嘢啊，所以就是九月的时候要补回 credit 咯。对啊，跟住同埋嗰陣真係好彩，因為劇場嗰邊即係好彩就係有其他嘅女演員可以幫我濕到啲場次啦，唔係嘅話即係 cut show cut 到爆。係，因為嗰陣我孭嘅場次係多啲嘅，即係可能一個禮拜要做三至四萬。係。咁就變相就好彩地，即係各位好好啦，小喬又幫我頂咗咁多場，係，就係咁啦。哦。係。哇！嘔血哇！咁誒、欸，好好啊！要入正題啦，okay, 就係你喺呢個咁樣嘅咁 tight 嘅 schedule， 咁點拍拖咧？係咯。所以一月到而家都 single 咗呢段時間，係咁足足半年喎、啊。係啊，但係又唔知咯，即係而家，因為可能上一段 relationship end 得太不易衰啦，係衰。咁變相就而家係覺得即係我仲好相信愛情嘅、但係我冇之前咁 crave 咯，即係唔係話一定要有，一定要有個伴咁樣，因為我覺得與其夾硬又係一段錯嘅感情，我不如即係慢慢地去 explore， 揾到一個真係我覺得舒服可以一齊得好長遠嘅人。哦，係，即係之前未試過有半年冇拍拖嘅。冇啊，我之前真係拖接嘅，係、啦。你不明白的啦，靚女的世界，真的不明啦，我點解真的不明白？我係嗱，真係真心啊！我個人生咧係唔多靚女 friend 嘅，即係講靚女 friend， 你真的要八十分以上，即係唔好話真的要好靚，但係八十分以上我才叫靚女，係唔多嘅。我由細到大都唔多，因為本身我中學已經讀男校，即係去到咧就係叫做咗 YouTuber， 叫呢一行啦，叫做咁就會識多咗嘅，真係。然後我就發覺那個靚女的待遇是去到我是懷疑緊呢個世界。例如咧，有冇得聽下噶？有啲咩待遇啊？之前我喺唔同集數有分享嘅、但我盡量都會重複嘅，應該都就係之前有一個嘉賓啊，仲未上啊。大家睇呢集嘅時候上咗噶啦，就係佢搭的士，佢喺新蒲崗去觀塘，佢嚟我哋呢度錄音。咁我個司機兜錯路，即係可能唔覺意上高速啩，唔知啊，只去咗旺角。新蒲崗去咗旺角，但係落咗旺角。之後咧，佢但係佢極速去翻觀塘噶啦，佢 call Uber， 咁 call Uber 你冇得 refund 噶嘛？係啊，個司機想 refund 翻現金俾佢，就唔好意思，我兜錯你路，我俾翻現金你啊咁。但係而家我冇得攞翻你電話，之後俾翻你啦。唔係都冇啊，佢真係俾翻佢啊。即係純粹好 genuine， 真係真係，即係個女仔唔，個女仔唔要咋。哦，係啊，就係咁。即係你唔係話遲好多，又唔係話成咁算啦，咪有咁啦。係之後係哇咁樣啦，之後咧就要講下我女朋友嗰啲遭遇。咁佢喺我眼中嘅一百啦，但我覺得喺個世俗嘅佢都係高分嘅，都係客觀地高分嘅。咁然後咧，佢 Uber 譬如可能 call 車，總之喺樓下，即係佢又要收車，即係收嚟收去收唔到啊，又唔知去到邊度，即係個司機會落車幫佢收，就係好過分噶。總之唔知去到邊度，即係可能咧佢要上一上去攞一攞翻嚟咁樣。咁正常啲司機唔等噶嘛，但係。我咪一定等嘅，好雅啲，即係有啲即係好，即係好鬼多呢啲，譬如即係譬如佢買小米飯一定係跟比嘅，唔使講呢啲一定自動我比嘅嚟嗰度，嗌侍應啊，我入極都冇啊，佢舉手唔係兩個行埋嚟啊，係啦，我都冇試過有兩個侍應會行埋嚟，好過分㗎，好過分㗎，係好多呢啲，係每一個生活嘅細節都係充滿住呢啲啊，見多啲女朋友，每一次食飯都。同女朋友喺隔篱咪掂咯，冇错。所以我以后有啲咩就，你去啦，系啊。有一次咧好夸张，呢个我唔太详细讲，但系我只能够讲系好过分咧。即系譬如我哋当我假以下呢个故事系九成都系假嘅。O K， 就系我哋譬如我哋去 book 一间酒店去旅行，咁咧就可能系原本我哋 plan 五日。點知去到咧，就佢就俾咗兩日我哋，咁我哋 suppose 要同一間酒店 book 多三日啦，但係咧就未處理到喎。咁然後咁個 reception 就係男人嚟嘅，咁我女朋友咧就話
咁你可唔可以开翻通之后？因为张卡已经系用唔到啦，咁你开翻通俾我今日先啦，我今日都要用噶嘛个酒店，咁之后俾钱啊各样之后再继续啦咁样，咁即系哦好啦，咁我你张卡已经开到听日啦咁样，咁然后咧我女朋友就话，咁我咪即系听日我又要嚟多次咯，好烦噶，之后咁然后咧就咁。本身預五日啊嘛，咁我哋已經住咗兩日，咁就做咗三日啦。哦，好啦，咁既然你已經係預住五日嘅話，咁我就俾到你第五日啦，張卡。哦，我哋嗰張卡咧就從此就可以去到第五日。而嗰三日咧，我哋都冇俾到錢。哦，因為我哋張卡已經可以出入啦嘛。係啊係啊係啊，佢又冇問我哋攞錢。最好的待遇啊！真係好。咁係咪真係可以唔使俾？咁總之就免費住咗三日咯，類似咁樣。哦。嗱，呢個係虛構故事啊。Okay, 真實嗰個再過分啲，我想講。你話九成啊嘛？九成係假嘅，但我想講真實嗰個係再過分啲嘅。OK OK。係啊，呢個已經好唔過分㗎，住咗三日就係咁樣咯。真實就仲送埋火盆添，仲死未你話呢啲？唔係個時間上係再你再能夠想象啊。OK 可以。係啊，即係我覺得 what the fuck 咁樣，佢講兩句好啦，好啦，好啦。就加張卡嘅時間，我乜撚嘢事啊，大佬？係咁樣咁樣嘅世界，好撚唔公平。呢個世界，唔係所以咧就係、是，所以一定係同埋係海量咁多人追嘅，海量無限。哦，因為好唔係喎，冇喎。係啊，我女朋友都係咁答我嘅。係、欸、啊，又有嘢講啊，我話冇理由嘅，冇即係冇可能嘅。之後咧，我後屘同佢 find out 到個重點咧，就係你哋係語言藝術嚟嘅。個定義啊，個定義啊，就係點會冇人追你啊？你唔係提哥咩咩前同事咁咁咁咩前同事咁咁咁嘅咩 ？friend 嚟啫嘛。唔係佢又未到咁渣，佢未到咁渣。係啊，佢咧佢 friend 嚟。佢嗰個就係佢約我食飯啫，冇同佢食。friend 都不如係啊，即係我冇俾佢追我啊。哦，係啊，我冇俾機會佢追我，即係我冇人追啦。哦，係啊，就係咁樣咯。佢係用呢一個嚟話佢冇人追。明白。係啊 ，OK OK。咁你嗰個係點咧？就係全部都 just friend 啊，所以其實冇乜人追你。唔係我自己本身呢個我認嘅，我嘅朋友嘅比率咧係多女仔，男仔多女仔好多嘅。係啦，咁但係。但是就但係嗰啲就真的冇，我覺得啊，冇咩 flirt 啊乜鬼嗰啲，係啦，乜都冇嘅真係，齋中意約你食飯啫。啲食飯都係嗱錯啦，我埋單嘅 ，OK OK 你我埋單嘅，咁所以係我哋真係同埋真係識咗好多好多年以上嘅，咁所以嗰啲嘅男仔 friend 係真係我會做兄弟嗰啲嚟嘅係，即係結婚，好啦，收唔收？收貨，收貨，唔收。你唔收啊？假嘅，唔收啊？又假？系咯，系啊，咁中學時期係咪已經都有人追下咧？我諗我中學係女校喎，咁所以其實我有機會識到出面嘅人，其實都係喺跳舞學校。咁而跳舞學校嘅又係超多女，係啊，全部都係女仔。如果係男仔嗰啲，其實大我哋好多咯。一係就基嘅。系，所以系啊，嗰阵所以都系去到入大学嘅时候先系第一段。吓、啊，竟然啊，系18岁。但跳街舞唔会有多男仔 M P 仔咩？唔系嗰啲。嗰阵我哋因为系一个跳舞学校嚟嘅，所以又唔系完全系街舞咯，即系纯粹系会教下 hip hop， 教下 jazz 咁，但系。都是因為我哋是同一班人上堂，每個星期，即係每個 weekend 都同一班人去 training， 咁所以就都係嗰扎人，我哋反而幾個 family 就好 close 咯。哦，即係唔係嗰啲去個工地，跟住就嗰啲 battle 嗰啲，唔係嗰種。哦，明白。你係咪喺外國讀啊？大學定咩？係喺英國。喺英國讀，英國讀咩啊？英國嗰陣係讀HR management， 係啦，我讀人事管理。是我都不知道為什麼讀那個課是咯即都是找些東西讀一下的真是因為那陣是因為什麼原因呢應該是我又沒什麼對哪一科有興趣、嗯、然後爹地就說他說、哎、你讀這個吧這個你出來實有工作這樣是啦因為 HR 不會死的嘛都是的都是的然後就錄進去就都
即係都係咯，都好容易畢業嘅，穩定嘅，有前途嘅嘢讀下咁樣。係，但係翻到嚟香港就知道。就知啦，一定要我即系试下做幕前先啦，咁样。系啊，咁有冇试过同幕前拍拖咧、完全冇，我系冇你唔中意靓仔？系，我唔中意靓仔，同埋我唔希望我另一半都系同我同一个行业嘅。哦，系啦，系啊，系。咁点识男仔啊？点识男仔啊？一系就系朋友介绍啊，或者系。Actually, Mandy 都是朋友介紹咯，即係大家可能都是在英國讀書嗰扎嘅，可能大一兩年的人呢啲咁樣去識咯。係，因為我好怕同一個行業的話咧，會啲話題又會悶啊，即係又會唔知道你做緊乜。係啊，咁同埋，但係唔係話如果唔係同你同一個行業，反而唔知道你做緊乜咩？啊，係喎，係喎，係咯。我係點講咧？我不想太過，即係我想聽那些出面的嘅嘢啊！即係如果是兩個都是造星的，係啦，造星嘅。咁但係咁啊，大家啲嘢都太似咯，係、哦。即係你始終都是覺得不可以淨係困在呢度嘅，都仲要係同外界接軌，都仲係貼地嘅。係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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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咁咯。係。係。咁有冇遇過渣男咧？渣啊，梗係有啦，點會冇啊？度度都有渣男嘅，咪係咯，係我冇遇過渣女㗎，本身小拍拖係咪咯？未輪到你係啊，有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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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係點樣㗎咧？今年年頭咯，就係同我上一個男朋友咁就分開咗。分開原因咧就因為我喺紅館度就捉 Q 到佢做衰嘢，咁就係、是、佢、台上嗰個嚟嘅，佢又想啊，我睇緊 Twin 就係，係啦。咁跟住某程度上係其實可能兩個人本身一齊嘅時候咧都唔係話特別夾嘅，咁但係個當時我就會覺得即始終之前拍了個三四次拖都不 work 啊，咁咪應該揾個即係乖一點的人咧，即係應該同我即係啲嘢係冇咁似嘅個 pattern， 揾一個完全個 vibe 唔一樣啲嘅，咁跟住諗住即係佢個 feel far fit 啲嘅本身已經佢又唔係會 feel far fit 啲嘅，因為我自己本身都係我一個好中意飲酒嘅人嚟嘅，咁、佢就完全。滴酒不沾係啦嘅人嚟嘅，咁我就諗可能咁樣會乖仔啦，係啦會好啲啦，咁跟點知就一齊一年幾之後，咁我就喺都唔短喎、年幾個喎、跟住仲要係即係由我有見佢屋企人嗰啲嚟嘅，咁、然後咧。咁就喺紅館嘅演唱會啦，去到最尾，咁平時我哋有時睇演唱會，我哋會係直接即係喺。落後台度影相噶嘛，咁但係嗰次咧就陪咗同事出去呼吸，咁我就行咗出去出面啦。咁你知一落樓梯，我就見到前面嗰條友點解咁熟後面嘅一個背影，咁咧就隔離就有個女仔係啦。咁然後拖住嘅，咁我就打俾佢，跟住唔聽電話，我睇住佢攞起個電話再執翻落。哇！係咩？望住啊，望住。跟住我個同事喺我隔離，我問佢。點啊？我應該點啊？佢話你冷靜啲先，你打多次俾佢，跟住我再打多次，都係唔得，再抽翻落嚟。跟住咧，但係咁我要面噶嘛，咁我又唔可以咁肉酸，即係行過去咁樣衝過去，咁我就等即係行到一個位人少啲嘅位，跟住我就行前 call him up， 我就嗌佢個名字。跟住佢擰轉啦，係咯，哇 ，Q 曬，佢都嚇到飆啊，係咯，係啊，跟住我就哇著到爆喎，但我已經盡量同自己講，其實冷靜，我要表達咗我要想表達嘅嘢。咁我第一句車過去啦，就話：哇，你仲著住我買嗰對鞋喎？咁因為我會覺得係，喂，你偷食已經衰噶啦，你仲要著埋你個女朋友送俾你嘅裝束去偷食，即係成件事係錯上加錯。跟住然後，即如果偷食咧，我就應該著翻曬自己嗰啲。我唔知道，即係我當下就覺得你
你著住對鞋時有冇諗過我？係啊，嗰個嘢咯，應該嗰種感覺咯。咁然後當晚就即刻 block 曬所有嘢，就完咗段感情啦。嗯，係。即係佢都冇講啲咩？我唔知有冇講啲咩喎，唔知 block 曬 WhatsApp、block 曬電話咯。就一句嘢都冇再講過啦，從此以後。冇啦，係啊。絕嘅喎。咁佢隔離個女仔點啊？呆咗咯，但個女仔個樣好細個㗎咋。好細個，我估佢應該二十頭到嘅啫。咁識食，係啊，係啊，咁樣嘅，係啊，係就係咁啊。但係即係嗱，譬如佢叫 Tom 先啦，喂，阿 Tom 咁樣，咁佢擰轉面，咁佢呆咗，咁個女仔都呆咗㗎啦。咁佢個你覺得個女仔知唔知佢自己係？我覺得個女仔知，個女仔知，因為佢望住我個樣，佢唔 surprise 嘅。哦，係啦，個女仔個樣一啲都唔 surprise。知你係邊個添嘅？我估佢應該知佢有另一半咯，係啦，因為佢樣一啲都唔 surprise 嘅。哦 ，fuck， 勁啊個女仔，癲啊癲！係啊，我諗翻都癲咯，歷歷在目啊真係，係咯，癲。但係咁嗰刻你除咗同佢講話做咩著住我買俾你嗰對鞋之外，仲有冇講啲咩啊？諗下先，嗰對鞋，跟住。啊！我有問佢，我話你仲有冇嘢想講？嗯啊，跟住佢就唔出聲。對峙咗幾耐咁？你哋喺度？我諗嗰度應該係30秒都冇啊，好短時間嚟嘅啫。哦，快嘅，快嘅，係。跟住我就咁，我見佢唔出聲，跟住我就咁算啦，咁走啦，咁樣。嗯，咁就係咯，我就同我朋友離開。呢啲分手都係幾好嘅，我覺得。係啊，冇我至少冇咩個先啦，唔好肉酸咯，最緊要呢啲話。真係啊，我算冷靜㗎啦。好冷靜啊啲嘢，走得到你三十秒內走得到，好鬼勁啊！嗰嘢根本就係。係啊，好彩我要面啫，如果我唔要面嘅話，就夠啊，碌地添啊喺度，隨時真係。係就係咁啊，呢個都算遇到嘅渣嘅經驗。但係佢有冇先兆啊？你覺得？先笑啊！即如果唔系命运俾你，你喺红馆度撞到，喂 Twins 都好多场噶嘛，你都可以睇嗰场，都可以睇嗰场噶嘛。系，但我同佢嗰阵系仲要喺一齐去完旅行翻嚟一个礼拜度噶咋。哇！系啊，咁爽手。但系佢唔知你睇 Twins 嘅，但系佢唔知你睇 Twins。佢唔知嘅。点解会唔知嘅？佢问：喂，今晚做咩啊？因为佢本身系我哋已经有两三日冇讲嘢噶啦，佢唔知因为啲咩事发脾气咁样嘅，系啦。咁我哋两三日冇讲嘢噶啦。哦，系，系啦，咁所以就大家都唔肯定大家嘅行程嘅，系咯，然后个命运要咁样俾你哋遇上，系整定嘅，整定喎呢啲嘢，个整定嗰个感觉太浓烈啦，系嘛？系啊，同埋好彩我撞到咋，即系其实好彩我兜嘢咁样俾我见到呢件事，如果唔系嘅话，即系再嘥多啲青春，我都系搞唔掂，系咯，无啦又搞几个月咁好烦噶，系啊，系啊，绝对系啊，就咁咯。系都伤喎啲嘢，都系贪，可能觉得佢可能好 stable 嗰啲，点知原来都会出事，先出事啊！搵翻靓仔算啲，为咗系都系谂下都系。咁你之前嗰啲个样好唔 stable 嘅咩？唔系之前嗰啲都唔系靓仔嚟噶啦，只不过系大家都会即系始终都系好中意以饮酒咯，系啦 ，social 饮嘢嗰啲系。咁之前嗰啲有冇系点散咧？怎樣散定係冇散得咁核突嘅咧？定係純粹大家唔中意大家啫咁樣？係淡咯，又或者可能係有啲位嗌交嗌得太多太密，大家都攰，咁而去分開咯。嗯，係啦。咁但係你話通常幾多年我有？年零兩年咯。哦，係都係都穩定嘅其實。係咯，係咯。你話太短嘅拍拖就冇啦，即都係一年以上。嗯嗯嗯，咦？咁你喺大陸拍劇嗰陣時有冇拍拖噶？大陸拍劇嘅時候冇，但系有嘗試去 date 過嘅。系，但系真系唔得，即系個文化唔適合定咩啊？又唔係背景啊？係我咪 long 啲咯，即係完咗嗰個你完咗個 project， 跟住佢又喺佢又係啦，佢又翻咗去唔知邊度，我又要去唔知邊度，咁兩個。有可能呢一世都唔會出現。係咯，你又唔係同一個根嘅地方，咁更加唔會係咯，更加難 keep。所以我成日覺得有啲情侶係可以 long distance 去相處到係好
好犀利。但係嗰啲 long distance 起碼你都知道你係過去讀書，你會翻嚟香港嘅，即係嗰只啊嘛。係，但如果兩個城市嘅人再去兩個城市唔同嘅地方，就真係棘啦呢啲。係。但是有没有什么感觉不同的，虽然没有叫拍到拖，但是在相处上你觉得有没有什么不同的位置？内地男仔啊，这个小文啊，这个问题。内地男仔是很细心的，真的很细心，而他们的细心程度是病态的，去到你觉得他是跟踪狂，那么恐怖即是不是跟踪狂，而他们那种细心是系，同埋佢哋浪漫啲噶，即系佢哋冇香港男仔咁男人，系啦，冇咁直男嘅。佢哋嗰种暖男系会即系可能喺隔咗嘅时候，佢知道你唔舒服，即系女仔嗰一个月嗰几日，咁佢已经系有晒即系嗰啲红糖水啊，跟住嗰啲 snacks 啊，然后系咪小红书有教啊？你冇睇小红书啊？攻略系嘛？我怀疑淘宝有成 pack 噶嘛？好似去濕茶咧，佢就有呢啲咁嘅嘢。系啊，系啊，月月經包、月經滋補，系啊，一嘢就一 set 咁樣。即係佢哋係呢啲咁樣，唔啱食啊呢啲咁樣。佢哋暖男得嚟係唔係佢哋肯做啊嘛？都係。你香港嘅男仔就係知道，就算有呢樣嘢喺度，但佢唔肯去做呢個先劇啊嘛。呢樣真係有個 pack 都未必會掟。係啊，咁所以就係內地嘅男仔，佢哋個 sweet 嘅細心嘅位就係。他們知道這一件事和他們肯去做，還有他們是很肯去表達的，不會好像香港男生就會比較收收埋埋，要點面子，覺得還有有些事情未必那麼容易去說出來，就算他們是很喜歡對方都會很怕醜一點，但是內地男生是真的 flag 出來說到全部的字是很辱罵的，很辱罵的哦，即系男仔好肉麻，系即系佢哋都好 expressive 嘅，系直接表达嗰个爱意啊，用嗰啲矫情文字啊，系绝对系。哇，完全喺我哋对立嗰度啊！系啊，你系咩？咁佢哋咧嗰啲咁惨，对立最自己冇啦，咁冇一啲黐鬼先。我想象到你同你女朋友系点，唔系咁样嘅，又冇咁过分，单字全部都系哦，冇尾音嘅，系啊，冇黐鬼线。所以哇，大陆男仔呢个 topic 几好啊，系嘛？仲。咁試過一個 date 啫，係啦，一個啫。哦，但係哇，你真係唔中意靚仔到，因為經過大陸嗰啲劇組啊，各樣呢啲選手應該好靚仔，好靚仔，萬中選一㗎，真係。係啊，真係內地人真係靚仔，同埋佢哋好精緻㗎，即係佢哋嘅。因為大家落翻去同下面，通常係酒店最底嗰層係化妝室嚟噶嘛。咁大家都會見到大家化妝前嗰個樣，咁佢哋就帶曬成 set 嘅 skin care 嘅嗰啲嘢喺度。咁通常女仔咧就係頂盡四五支，咁但係佢哋嗰男仔真係可以係一排咁樣齊曬咁多個步驟。哦，即係人哋去裝修咧都有一個工具箱，而佢去化妝咧，佢前面都有個工具箱啦，係啊。如果工具箱分分鐘仲多過啲女仔嘅。Oh my god！ 係啊，所以職場整容添嘛，嗰度。好犀利噶，你真系好精致嘅，系内地男仔。哦，哇！即系佢哋将男性嘅特质用咗喺化妆嗰度。但系佢哋好大只噶喎。系啊，系。佢哋个身材系一定好 fit 计 ，fit 嘅，真系 fit 嘅，而系全部都100以上嘅。哇！系啊。点搞啊？呢啲？但出到嚟咪殺曬咯，其實。但係全部都係咧，出埋內地嘅演員，係啊，反連樣都係樣，好似樣即都係白雪雪，哦，都係嗰。嗰期興咩咪出咪出咩咯，係啦，係咯，可以興尖咪尖，興直咁樣嘅就咁樣咯，係。哦，但係你見佢哋冇化妝嗰樣，其實你覺得佢哋夾嗰啲妝嘅咧？有啲系未，有啲可能比较宏伟啲，其实唔系好啱化小白脸去做。我见有啲系癫到系成条眉铲咗佢，然之后又画过另一个位嘅，好夸张。有啲系夸张到，同埋直情系啲牙咧，佢哋都会系为咗整靓个 V 字个面型，削晒啲牙，跟住全部粒逐个粒牙套咯。哇，好癫噶，佢哋好尽噶。呢啲系翻唔到，即系啲牙全部都假嘅。系啦，系啊，你当系全部都牙套咯，即系佢真实粒牙系去到
咁細只噶咋，即系磨到，跟住全部都系塞牙套啦。咁佢睇落去就系会好尖，同埋成排牙都会好平，好平咯。Oh my god！ 箍牙都唔得咩？要玩到咁尽咩？佢哋唔够咯，系唔够咯，即系上面个竞争太大啦，真系系咯。但系搵唔搵到钱嘅咧？即系佢哋已经去到咁靓仔啦，又米八啦，又大只啦。系，就算佢哋上面唔系话一线嘅演员啦，即系可能系去到98线、78线嘅演员啦，但系上面嘅，尤其是当时嘅时候，即系横店系 keep 住不停都有嘢拍噶嘛，咁佢哋个收入系几可观嘅？有几可观啊？即系譬如如果做当系细嘅网剧都好，男一、男二或者系女一、女二呢啲位啦。他哋都有成30至50一套嘅，咁拍四個月啦，有時少過四個月已經算多嘅，係咯，係。咁但係你已經係七八十線嘅演員喎，係咯，喺內地嘅生活費係咁低喎，哦，係咯 ，OK 喎，係啊，同埋你嗰三四個月你唔使使錢嘅喎，係咯，劇組包，你劇組包曬所有嘢嘅嘛，哇，佢開到劇咪好貴，係啊，拍到網劇都幾百萬。起唔得添，唔知啊，唔知啲钱点嚟咧？吓，啲钱点嚟就从来都唔问噶，总之有喺度啦，有啊，有啊，赚啦，唔好谂啦。但系，好似拍完咁套网剧，咁佢点样可以搵得翻啲钱啊？佢即系佢个 business model 系点样噶？佢哋网剧嗰个位就系佢上面嗰啲网站系啊，哦，即系我其实系俾钱拍嘅。系大陆而家有啲网剧系再癫啲嘅，就系即系 reels 嗰啲几分钟嗰啲咧，即系搵翻农民工去扮火影嗰啲咧。咁夸张？嗰啲系搵到钱嘅，同埋系唔知点解做到嘅，系啊，系即系嗰啲一蚊你都死啦。系啊，嗰啲即系可能睇流量定系点样？直头好似系有 donation 俾佢哋去拍呢啲，因为即系有啲观众净系睇小红书或者睇呢啲 reels 呢啲短剧系觉得好过瘾咧，系俾钱嗰啲公司拍。同埋而家中意快啊嘛啲嘢，越短嘅时间越好。好过分啊！有佢哋有后制嘅，都有特技嘅，玩到系啊，好笑。但系佢哋睇得出佢哋就系明显就系求其租咗间酒店嗰个礼堂就喺度拍，搞掂晒所有嘢。所有嘢咯，系啊，系好系好棘嘅啲嘢，系啊，但系你有低成本啊，有嘢翻，系啊系啊，好有趣嗰个感觉，系啊，厉害，咁样样，系啊，哇，真系好彩唔喺大陆出世，争唔赢噶，太夸张啦，佢嗰个竞争，喂，你个样搞到咁样，我呢粒皮粒骨真系黐线噶，佢哋系真系农民工咁嘅样，化完之后。就可以去 cosplay 啲日本嗰啲男角色噶啦，嗰、那個農民工，係佢啲化妝技術係黐線，超班嘅，唔知點做到，係，但你能夠喺內地呢度咁樣嘅環境都唔錯啊，都脫穎而出喎。咁可能嗰陣係由即係少香港女仔嘅，跟住同埋又啱啱佢嗰排又興啲即係選秀嘅唱跳嘢，咁、就啱啱好。時間咯 ，timing 好咯。咁有冇啲大陸女仔？超你香港嚟啫嘛！你試下你係杭州出世啊！睇下你點出頭。嗱又唔係喎，內地女仔咧唔係想象中。我原本自己本身我都會有概念，我就會驚啊，會唔會好多綠茶婊啊呢啲嘅？咁但係唔係喎，上面全部都啲女仔咧樣係好似女神咁樣嘅，但係粗魯到爆炸，係好舒服嘅。哦、好咁 ，of course 一定有一扎系綠茶婊嚟噶啦，咁啊大部分我谂7:3，七个都系男模到不得了啊，系好舒服噶，所以同佢哋相处系，系个样就超靓，超靓，但全部冻起只脚，跟住就系即系范冰冰冻起只脚食嘢咁样，超年妈逼又嚟嘅，翻酒店食饭就系个个喺房就系咁样咯，系啊，真系好。好舒服嘅，有趣有趣，系有趣有趣有趣，系几得意嘅同佢哋。咁如果你拍埋佢，咁你咪变相咪真系偏斯文啲咯，会都唔系我自己都好粗鲁，男仔头嘅都系，所以都。但系大陆嗰啲嘅粗鲁都唔系讲笑噶嘛，佢个一拍拖就两就两嘅，系咯，冇咁尽嘅，系啦，只不过系男仔头。你知你套落去，爱嘛，系咯，系几得意。系咯，哇！呢啲经历系难忘噶，难忘哦。total维持咗几耐啊？
都兩年啦，有冇啊？三年到咯，三年，即系2016年到2019年足曬喎。因為2016年9月先翻香港嘅，咁所以佢嗰陣第一鑊已經係年尾嘅事，跟住所以就差唔多先7、8、9、19，就完全翻翻曬香港。係。哦，咁嗰陣時會唔會好？有冇個好？喺嗰個叫做爆、那個疫情爆嗰刻，有冇好恐懼啊？有冇嗰啲？有啊！突然間好似打仗要逃命嘅逃亡咁樣。嗰陣唔係我翻咗香港先嘅，跟住先再爆即係 COVID 嗰啲嘢嘅。咁、哦、但係當下就係因為即係個市又差啦，噼里啪啦全部都差，咁就真係就報翻即係讀翻書，就嗰陣開始讀翻咯。哇！你嗰個當機立斷嗰下都指示離場啊嘛，係好快喎，即係同你分手嗰下一樣，係咯，哇唔對路，誒寶寶嘅 call 先，唔好講咁多嘢，唔係因為冷靜啊，同埋因為嗰陣你 keep 住有收入噶嘛，即係喺內地做嘢，咁但係你當你翻到香港嘅時候，哇真係啲嘢係零咯，零嘅時候真係搞唔掂啊，即係你真係 feel 到嗰個危機係喺度。咁點啊？咁嗰幾年除咗讀書之外，有冇啲咩可以做噶？真係嗰陣嗰幾年讀書，跟住就因為最尾嗰套網劇嘅時候就簽咗當時嘅而家嘅經理人公司，咁、佢就嗰陣就好好安排咗，好學好多嘢，即係學唱歌跳舞啊，就 prep 即係希望可以喺香港度出道嘅。咁但係嗰陣就反而係完即係 COVID 好啲之後，跟住就出現咗造星四，係咁佢就話不如你去參加啦。係，跟住就碌咗入造星。係啊，我又想翻翻轉頭問，因為我真係好少睇大陸網劇，但係我又好中意睇劇，所以我想問，咁有冇使乜練普通話發音㗎？定係佢會配音㗎？配音嘅，因為咧，所以你可以溝嚟嘅。嗱，我冇溝嚟嘅。我問下啫，問下。數字啊嘛，以前聽嗰啲係。係啊，聽過呢個，即係以前啲，我聽過啲演員係就係講1、2、3、4、5、6、7、8，總之 plug 翻到個對白個長度就得㗎。咁但係咧，因為始終我會盡量講翻普通話嘅對白嘅，因為我驚對方唔知道我講緊啲乜嘢。係。咁所以就嗰陣係我演嘅時候咧，都係用翻普通話對翻答啦咁。但播出街就係配音嚟嘅，係啦係啦。哦。唔係因為嗰邊個 standard 好高噶嘛。係個審批唔知點樣係冇可能過噶啦。一定要驚慌。係係啦係啦係啦。咁有冇好代普通話？有啦。有嘅有嘅有嘅。兩三年應該就。絕對有嘅，絕對有嘅，絕對有嘅，係係咯。咁佢哋嗰個拍攝嗰個規模大唔大嘅咧？大噶，即係譬如每套 crew 嗰啲嘅幕後係真係40人至60人到噶，係即係最尾殺青嘅時候嗰、那個嗰張相係可以好好誇張，好多人喎、啊，係啊，喺度劇啫喎，係啊，網劇咋？咁有咩食啊？有咩食啊？飯盒咯。哦，都係口菜，都係哦，係啦。咁但係味道好離地。最扯嘅試過係我記得之前參加華少嘅選秀節目《天生是優五》定《天生是優我》，唔記得咗個名啦。咁嗰陣因為咧，我哋係有體重管理嘅，咁就 make sure 每個女仔咧唔可以過90磅嘅。咁所以我哋咁高你點啊？我哋個飯盒咧就係、醋米青瓜。同埋烚蛋啊，肉都好似冇啊嗰陣，係咁就連續幾日。咁我好記得，但係當時點解我哋啲女仔咁好感情咧？即係翻到酒店嘅時候，大家都會偷偷雞去嗌外賣。哦，係啦，唔係你真係搞唔掂啊！你個人會好好咁，但係咁你係齋計骨都90啦，大佬，即係你唔係嗰啲米五嗰啲系，但上面嗰女仔真系好瘦噶，上面系100遮3丑，一半位所有啊嘛。呢句系咩叫一半位所有？即系一肥就位所有，系啦。咁所以佢哋个体重真系喺85至95中间，好瘦，真系好瘦。你搣唔搣到呢个？我唔系，我近100噶嗰阵。系咯，点都要你个身高系100已经系好瘦噶啦。系啊，所以系嗰阵咪成日都俾人罚做嗰啲咩 sit up 啊、
plan 噶嗰啲咯。我玩个选秀节目要咁样噶，系啊，即系好似你系属于咗佢咁，佢去佢系噶，所以嗰个综艺节目就系拍咗四五个月咯，喺杭州系，都系要咁样食嗰啲嘢。系啦 ，Roll 机就拍咗两个半月，前面嗰两个半月咧就喺嗰度做训练，做 training， 每日就系不停咁样唱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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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身材管理身材管理咁样咯。我聽佢大陸嗰啲真人 show 係好癲噶嘛，即係以前已經有嗰啲謝天華飲料嗰啲咧，哇咁誇張嘅，唔係嗰啲佢跟佢跟個人造嘢嚟去野外求生嗰啲啊嘛，嗰啲真係瓜到襯嘅喎，見到佢玩到，佢哋係盡嘅，佢哋係盡嘅，好玩好大嘅喎，大陸嗰啲，即係一個選秀節目，佢係要我哋要入早埋班，都要早成個零兩個月就知，係誇張嘅，係咯。我哋造星都冇啦，前期訓練訓練咗個幾月先開始拍喎，係啊，邊有咁充裕啊香港？咁你咪去到香港，咪覺得個製作會冇咁驚人咯？都唔係，而係反而係，我覺得反而我喺香港做嘢嘅時候個壓力大好多咯，因為以前喺內地工作嘅時候係我做啲咩我。屋企人不知噶嘛，同埋我啲朋友唔會知道，佢哋唔會專登去刮啲嘢嚟睇噶嘛。咁、哦、但係喺香港係個電視真係播緊出嚟噶嘛，咁、啊、我就好驚會做得唔好。咁、嗯、變相，所以嗰陣我喺做聲嘅時候咧，我覺得自己好似透明咁樣噶，即係我又冇乜點出聲，我又好接，我又好唔表達，係啦咁樣。咁所以而家望翻轉頭，我就理解到點解當時個狀態係。是咁咯，即係太 push out 啦嗰陣。嗯嗯，係。哦，即係反而係就係香港發展嗰陣時就係多曝光，係反而就香港曝光多啲。係啊，即係好驚，好驚衰俾人睇。係啦，嗯，係咁就反而越驚衰俾人睇嘅時候咧，就越唔夠膽表達自己。係越嚟趨緊。係。哇！今集內容非常之豐富。系 啊， 非常之多谢 Chloe 上嚟接受，感谢邀请，大家多啲留意啊，系可以听我哋首歌《公审法院》，系同埋 follow 你哋 IG 啊，喺 Insta 有噶，多谢，系啊，就系咁啦，好，咁啊，大家可以去听歌啦，下啲 review， 拜拜。